腿，一根手油罢了啊，超酱多。喂，老板，你这个剧本是什么鬼东西？你是想害公司亏多少钱才干净？老板不是，你先跟我讲那天要改的游戏剧本，我全都改了哦。真找鱼人上的猴子可以进行世界，能走能跳能飞不就好了咯？讲我剧本吗？你个拉好吗？老板听我讲 ，Hello， 臭老板看不起我？难道剑侠世界扇子真会在我手里吗？你头上有字的哦，这地方很熟悉，我是不是喝多了？难道不是啊？我穿越到了剑侠世界！到底喝了多少啊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这种在戏里面才会发生的穿越故事，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？我一定要想办法出去！救命啊！你谁啊？我是你的小跟班白木，去帮我弄点吃的。是的，老大。穿越了，我被卡在自己写的游戏剧本里了。对啊，游戏里有问题找 NPC。请问我要怎样回去啊？只需往前直行啊！不是，我是讲我怎样回到现实世界。江湖上不安全哦，我才担心我睡江酒变植物人呢、啊。小主要找草药，莫非是人参草？这是不灵啊，我在这里当 NPC 已经很久了，可是我的剑魔已经升级了。我记得哦，戏里面都是这样子的嘛，死掉了就可以醒来了。你不要管我！不行，我怎样都要逃出去。啊！放我出去！正所谓，勇敢不是没有恐惧，而是战胜恐惧。剑眉星目，面如冠玉，帅气中掺杂着霸气、邪气。担心老大你会受不住，会爱上 boss 啊！来者何人？竟敢擅闯宝地，来皇城司。那就等着受死吧！我知道你的台词都是我写的，所以你这个废话好可以少。来，做我个大招，来给我死了！不，哇，没有想到我写的游戏世界还真的很厉害。加入我们的家族，介绍一下我的徒弟彤彤，超厉害！哇，高精度练脸呢！我们这完美的脸蛋出自同一双手，厉害不？既然都被困在这里，不如大胆的谈恋爱。不要哭的呀！你谁？他是武当少当家有钱公子。我们约出来见面好不好？不要只是在游戏里面。可是我喜欢的是 boss 哎、欸！我看你是玩烟玩疯了。你闭嘴！终其一生，生乎无生。从出生开始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没有什么其他的愿望，只想专心习武。直到遇见了你，我才发现原来我还可以守护我爱的人。这个游戏里每个人都有情有义的吗？游戏人间，角色在走感情药。你知道，他不是真实的。如果有一天你真的醒来，你打算怎么做？那我就永远不要醒来。我想一直守护着他。我做事情从来都不是值不值得，而是情不情愿。小心！就变得更强，不断升级，我才可以在这个世界守护他。快走！剑心不老，也许有剑侠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江湖。Oh, no.
Thank you.